到底出了什么事？孩儿此次参加科考没有作答。为何不答？此次科考的题目是批评前朝大臣所提的意见。孩儿自幼秉承母亲教诲，凡不合理者皆不得为之。孩儿若在考卷中批评前朝大臣，这有悖礼仪。孩儿，你不必内疚，你做的没有错。娘，只是孩儿这样做不能够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孩儿对不起您。娘不要你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只要你的德行来奉养就足够了。娘，孩儿不要难过，只要你有为国为民之心，就算不当官也一样可以为民造福啊。如今世风日下，人们都为一己私欲争名夺利，孩儿势单力孤，不知该如何改变败坏的社会风气。孩儿不要灰心，人们之所以失去了善良的本性，是因为沾染了不良的习气，通过教育是可以恢复他们善良本性的。教育？不错，当年孔老夫子也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通过教育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虽然你力量单薄，但只要有心去做，一定会感化身边的人。他们再去感化别人，这样一来天下便可太平。孩儿明白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为师听说你因为考题有悖礼仪，放弃了科考。这样做虽然无可厚非，可是你的母亲……老师请放心，母亲跟弟子说了，他老人家不需要弟子用俸禄奉养他，只要用德行去奉养就足够了。你母亲有如此境界，真是难得，你今后有何打算？母亲说，如今世风日下，要想恢复百姓善良本性，必须从教育做起。弟子不想再去参加科考，打算从明天开始设帐授徒，不知可否请老师指点弟子。你母亲真是贤能之人，有什么困难尽管对为师说，为师一定尽力帮你。多谢老师。明兄，你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哎，我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不想在此地又遇上盗贼，如今我无家可归了。明兄遇窃，可否报官啊？如今那些官吏都只贪图利益，我没钱打点他们，他们就敷衍我，让我慢慢的等消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明兄，你别难过了。要想生存，必须追求利益。可追求利益的结果是互相猜忌，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还将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子孙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饱读圣贤之书，应该秉承古圣先贤的志向，教育世人，改变世上败坏的风气。那我们能做到吗？明兄，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做到。我明崇文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今日幸得尹兄指点，如果尹兄不嫌弃，我愿意跟随尹兄尽我微薄之力。在下求之不得。不好了，卓家着火了。卓家？难道是卓尔家？珠儿，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
的积蓄全没了，我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不甘心呐。卓儿，你不要难过，庆幸的是你和伯母都安然无恙，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嘛。这是十几年的努力呀，你说再赚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呀。赚钱虽然不易，可更加困难的是如何保住拥有的财富。是啊，像我昨天还富甲一方，谁知一夕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啊。只有将财富力所能及的周济贫困之人，才能真正的永葆财富。施舍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施舍是把有形的财富变为无形的福报，只有这样财富才可以受用一生，才可为后世子孙带来福分。尹兄你说的对呀，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才会有今天的灾难呐。在尹吞的开导之下，卓儿懂得了致富的方法，频频布施，不久重振家业。尹吞从此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设帐授徒，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尹吞遵守礼仪，立志育人的精神，赢得当时以及后世文人的敬仰。大家阿弥陀佛，海涛要在这边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为什么？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牛也好，鱼也好，螃蟹也好，不分国家，不分地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愿各位发愿，生生世世不间断的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电视台保护生命的宗旨。阿弥陀佛。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
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再来，他们现在暂时清凉了，祈求地藏王菩萨放光加持。所以各位要念这个嗡婆拉摩林多林少波诃，蓝色的光，这个光不是光加持往生者，你身上在生病啊，那边酸那边痛，哎呀，妈妈哪里有癌细胞，你要经常念这个咒，地藏菩萨灭定业，它已经发生了嘛，啊，这个蓝色的光哈利子就照在他痛苦的地方。所以各位每个人都可以大慈大悲的，你在医院，你在门口，每一个人走过去，你都嗡婆拉摩林多林萨婆诃，我给你佛光加持啊，愿你身上的都消除掉，不管认不认识。所以学佛可以二十四小时慈悲的。所以我们现在念这个地藏菩萨灭定业，各位你观想地藏王菩萨，最好你把你自己观想成地藏王菩萨。大乘佛教要升起这个佛慢，我要承担佛陀的啊责任，普度众生，要把自己观想成地藏王菩萨，这个是最好修行的方式。各位不要再做女人了好不好啊，不要再做男人了好不好，要去除我相啊，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佛菩萨，要这个承担啊。所以你最好观想你自己是地藏王菩萨，放光嗡婆拉摩林多林萨婆诃，来嗡婆拉摩林多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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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婆拉摩林多林萨婆诃。各位刚刚听我讲大宝法王的故事，他的口水啊滴在那个痛苦的众生，他马上就离开痛苦了。所以你这个嘴巴经常念佛诵经持咒讲好话，你的嘴巴的口水，你的口气，你的声音都可以利益众生啊，一定要记住啊。所以以后不要再骂人啊，你早上跟你老婆吵架，下午去跟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出来都是刀啊，都是枪啊，对方被你掐死了啊。所以因为你这个嘴巴，那个嘴巴造太多恶业啊，人家念阿弥陀佛，你这个人喜欢讲是非，念出来都是剪刀啊啊！所以你要修啊，修一定要真修啊，从你的心呢，透过你的嘴巴改变你嘴巴的行为，你的声音啊，你的口水，你的语气都可以度众生的。所以修行的人眼睛不要瞪人家啊，眼睛要学观音菩萨，哪里有困难，哪里需要我帮助，耳朵要听啊，不管这个人在骂我，都在念阿弥陀佛背面后哦，我都转成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手不要去打麻将啊啊，手不要去杀动物啊，这个手要打手印，帮助老人家按摩，哎呀放生，要手转成功德啊，你这个手可以医人家众生病啊，跟人家握个手对方好了啊。所以各位你要把自己变成功德，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业障倒霉鬼，对不对？你走到哪里，人家本来生意很好，你这个倒霉鬼一去没生意了。所以各位要修行，要变成自己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要多念这些咒，多做这些善事，能够帮助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帮助众生，影响世界。请记住这句话，佛教讲空没有单独存在的，我们只有互相影响的生命，互相影响的世界。西方的蝴蝶挥挥翅膀，东方就起台风，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各位了解如此，我们今天晚上这边不是唱歌跳舞吃肉杀生，大家有慈悲心啊，念佛持咒，世界就越来越好，他们就一直越来越超度，所以祖先就超度，子孙就好。你一个人做好，祖先也超度，子孙也好。哦，原来我一个人可以影响整个周围的世界，所以各位要把握这个力量，心灵的力量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